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我是陈廷宇。节目开始要带您关心的是，点餐平台近一年蓬勃发展。根据估计，现在全台湾至少有8万人投入外送员的行列。不过，今年10月份在4天内连续发生了3起外送员的车祸，这一撞也将隐藏风险撞了出来。因为平台业者宣称跟外送员是承揽关系，所以外送员没有劳健保，还有劳退，而且在9月以前也没有点餐平台外送员专属的职业工会。换句话说，如果有个万一，外送员只能自求多福。点餐平台业者还宣称，外送员工时弹性且片段，不适用雇佣关系。不管同不同意这种说法，点餐平台外送员的工作形态的确在全球各地及台湾对既有的劳基法带来重大的挑战。一起来看看独立特派员的观察。名点餐平台外送大军频传交通事故，只是为了想要赶快接下一单啊，而奇怪。那我觉得还是个人骑车习惯啦。我们要去达成那个门槛，那个门槛之后就会有那个额外的奖励，要骑快一点才会达成那个目标。外送员发生职业灾害，保障从哪里来？对这个平台业者来讲，我只要你的劳动力，我不想要对你这个劳工的职业安全、你的退休、你的失业问题负任何责任。如果用传统的雇佣关系套用上去，可是外送员如果只有工作2到3个小时，业者还是要负担他整天数或整个月份的这个劳动相关的这些成本，那这个是不符合这样的经济体它的成本计算模式。是外送员吗？对。要加保吗？嗯，就是基本上现在是只能自保。我会准备在这一带，主要是百元比较多，零钱可以找钱这样。穿上外送员外套，检查要找的零钱钞票，准备出发跑外送。刚才早上到12点之前，还有另外一份，剪裁。他是阿友，今年大学刚毕业，8月底开始加入点餐平台外送员。我现在从8月底开始上到现在，那因为预计半年后2月要去澳洲打工，那就现在就先存一点钱这样。准备上线，时间很弹性。就要什么时段，然后或者是没有要上班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请假的。啊，接受了，可以，还有14分钟。第一个单要往那边走。好，谢谢。22、22。然后发票跟收据在这，谢谢，拜拜。刚才其实他还有发一个订单给我，但是像是你看我太晚才按确认，那个订单就没了这样。所以我小技巧就是看到客人下来的时候，我就先按订单已到送这样。不仅接单子要分秒必争，填饱自己的肚子也得很有效率。我的话像我这边，嘿嘿。我这里还有一个小点心，有时候肚子饿会带一些零食来吃，然后就是像这个1分钟在等红绿灯90几秒要吃完了。为了在有限的时间接更多的单子，阿友坦言骑车偶尔冒险抢快。会抢当然是会啊，如果距离像是有时候送到后面太累了，然后就会没有注意，就会稍微骑得比较快，就会赶一下。或者是假如说店家距离那个路线我知道更近的路，然后就会超一点小径啊，那就可能会稍微危险一点。
虽然有危险，但是对阿友来说，外送员进入门槛低，上班时间可以弹性选择。薪资方面，以台湾市占率最高的点餐平台奖金来计算，一张单子70元，只要一小时接3张单子，收入就有210元，超过法定时薪150元，相当符合工作过渡期赚零用钱的期待。如此优于一般服务业的工作待遇，也让外送员数量暴增。台湾协作暨共享经济协会掌握的数据显示，全台约有8万名点餐平台外送员。不过，让外送员如雨后春笋般增加的重要催化剂是消费者与餐饮业者的需求。佩佩在工地上班，协助工地师傅们准备材料与零件。早上11点左右，打开点餐平台 App， 帮大家叫午餐。以前的话，基本上就是会叫一个人去买。那我们现在就不用啦，就大家的时间就是都来工作，就不会浪费我们工作时间。喂，不是不是货柜，我在工地大门啊，我现在过去。120。加班哦，敲钟了，有没有听到？除了工作午餐，佩佩下班后的晚餐与宵夜也依赖点餐外送平台。按电梯。到了家，夫妻俩做家务、带孩子，7点半。餐点送达，全家上桌享用。所以你可以吃一点冬粉。我可以省下哪一些时间去买东西的时间跟煮东西的时间啊？因为当了妈妈之后，这些时间都是很零碎的，零碎的时间凑起来都非常的重要。点餐平台成为随叫随到的虚拟厨房，让越来越多消费者上线使用。许多餐饮业者也纷纷加入平台，成为合作商家。就是会借由平台来，扩大，让可能周围附近的几公里外的顾客可以看到我们的餐点。如果觉得很不错的话，那自然他们就会一直在回流来购买。刘老板的早餐店今年2月才开张，加入平台将近2个月，获利很有限，因为大部分的点餐平台业者向餐厅抽佣金，平均在30%到35%不等，扣掉成本之后，净利只剩下1至2成。不过曝光度的确增加了，对地方型店家仍然有利。而外送平台借由网络媒合了消费者与餐饮业者的需求，成就了平台经济的荣景。其中大量也有快速的劳动集战力，外送员更是功不可没。如果是用聘用制的话，会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比如说你整个筛选，那你的制度的设计，然后你再怎么样的设计，其实事实上都没有办法让这些人很拼命的去工作。所以我干脆改变了一些形式，是让兼职的人可以来，让这样的外送员的整个的投入的人可以迅速去扩张。然后当他的力量大了之后的话，他可以吸引这样的一个更多的人来参与，比如说送餐速度就可以快了，或者是我们家本来没有送餐，现在也可以送餐了。然后或者是说有些餐厅的部分也可以得到服务了。所以他有这三方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不过10月份在4天内发生3起外送员车祸，让社会大众开始关注外送员这份工作几乎毫无保障的现实，也展开业者与政府的攻防战。平台业者宣称，与外送员不是雇主与劳工的雇佣关系，而是雇主与雇主的承揽关系，不需要负责外送员的劳健保与劳退。而劳动部劳检之后表示，依据人格、经济与组织从属3大标准综合判断，平台业者对外送员有明确指挥、监督、惩处、合作的机制，确定是雇佣关系。不过平台业者抗议，外送员工作弹性、及时、片段，不适用朝九晚五的传统雇佣关系。假如8万名外送员都成了雇佣关系，很可能断送了平台经济的商业模式。如果用传统的雇佣关系套用上去，可是外送员如果只有工作2到3个小时，业者还是要负担他整天数或整个月份的这个劳动相关的这些成本，那这个是不符合这样的经济体它的一个运作模式，
甚至它的成本计算模式。不仅平台业者抗拒雇佣制，部分外送员也有疑虑。我刚进来公司的时候就已经是雇佣制，那雇佣制大概薪水就是那样子，是有时薪啦，啊，也有算件数，所以你件数跑得越多，对，你就是钱会领得越多，但是你的时间一样固定，就是8个小时，会跟一般的外面行业薪水其实差不了多少。在一个差不了多少的薪资情况下，我要做这么累的工作，其实基本上不会有人去做。其实它最直接关联的还是大家上班的自由度。如果是承揽制的话，我们只要接了单、收了单、结束，就这样就好了。那如果你说有雇佣关系的话，各种规定就会突如其来的加到我们身上，那这份工作就会从原本的自由跟自由，它就会跟自由这两个字开始扯不上边了。要加保吗？来，请坐，带证件吗？有。杨先生担任外送员2年，已经是平台干部。王先生则跑了5个月的外送，两位都意识到外送员交通事故风险高，但是却不想靠雇佣关系得到劳工保障，而是选择加入了全台第一个成立的专属职业工会。在今年春节过之后，我们发觉啊，我们基隆地区的大街小巷哈，有非常多的这个外送业者，因为认为他们的这个个人的身家安全还有家庭需要保障。那么在8月份，我们向基隆市申请，基隆市政府也很明快的在9月份就核准了，让我们成立。包含劳健保、会费跟入会费，平均每个月缴2217元。如果多缴150元或200元，还有意外险以及身故残废及重大伤害险。你如果只是单纯的交给公司，那如果今天公司跟其他员工有起了纠纷，那你如果不知道的话，那你可能某一天你就权益被砍了。你也不清楚，与其这样子让大家单打独斗去变成雇佣关系，不如大家都是承揽制的时候，大家更愿意去投入工会，如我们自己也同时有个机会可以向公司有一个明确的、更直接一点的方法去表明我们其他更多的诉求，或者甚至你跟店家起了纠纷需要调解的，工会都可以提供一点协助这样。这种透过虚拟网络集结起的即时片段大量的劳动力，究竟属于雇佣还是承揽，带给既有的劳动保护法体制极大的挑战。依据劳动部10月30日的劳检结果，外送员与平台业者的劳务关系需依个案事实认定，如有与抽查个案相同工作形态者，可合理推断其相同之劳务关系。记者会上，官员也表明，劳检认定以人格从属认定为主，经济从属与组织从属为辅，也就是说，政府也不敢100%断定每一个平台外送员的工作形态一定是雇佣关系。纵观国外处理类似弹性劳工争议的方向，大约有4种。第一个是个案认定，但是同一案子面对不同的法官与法院，会有不同的判定结果。第二个是立法，例如美国加州的劳动者的身份、员工与承揽者法案，依据3大原则判定雇佣或承揽。第三个是类似劳工，例如德国认定某一劳动者每月总收入超过50%来自同一个单位，并且该名劳工受到的保障比同一个事业单位的员工少，就能够判定为类似劳工，其劳工得到的保障比雇佣关系少，却比承揽关系多。第四是基本劳动保护，也就是不管属于哪一种劳雇关系，业者都需要提供职灾保护跟职业安全卫生责任。假承揽真雇佣或伪装承揽这一句话的重点是什么？对这个平台业者来讲，他获得了雇佣关系下雇主可以从劳动者身上获得的好处，但是却没有同时去付出雇佣关系下要求雇主要付的责任义务。我取得的是纯粹劳动力，而且一次性的，这个叫劳动力商品化的极致运用，这非常重要。虚拟空间中在劳动力极致的交换运用，这个就会衍生出很多劳动风险，
这个劳动风险才是劳动力商品化集资运用的真实的重要的含义。为了降低劳动风险，除了参加职业工会以求自保，业者方面市占率最高的 Foodpanda 表示，从今年1月1日开始提供的保险涵盖死亡、残废、第三人体伤等，但是保额不对外公布。市占率第二的 Uber Eats 则表示，在11月初由合作的汽车货运业者为外送员加保死亡最高200万元的补偿险。那么政府该做什么呢？我认为我们就在劳基法定增订一个条款就好了，就修法了，就类似加州那样，他们就 ABC 三检验原则嘛。入法的话就可以让怎样，它变一个法律制度。我法律上规定那个如何辨认假承揽真雇用的标准原则就这几项，你业者不要给我逾越这个界限。如果你要宣称你是承揽关系，你就乖乖依民法承揽契约规定。我们现在那个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劳保里面哈，职灾给付覆盖在劳保下，我们也有职灾给付，可是没有单独职灾保险法。有职灾保险法可以让更多劳工受惠。好几名平台外送员之死，让各界看见新形态的经济带来便利与商机的同时，也创造了难以界定的劳务形态。劳动部在11月19日公布劳动契约认定指导原则，对于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订定了统一认定的25项检核事项，希望降低业者脱法的问题。不过既有的劳动规范问题，例如个人无法直接投保劳保，以及一直无法三读通过的劳工职业灾害保险法再度浮上台面，这些既有的问题不解决，争议永远存在。意外频传，现在有一些外送平台开始替外送员上安全驾驶的课程，希望透过实际的演练，让外送员预知可能的危险，能够及时应对。不过，重新思考现有法令规范的调整空间，才能真正解决外送员这个新型劳务形态所引发的争议。现在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